是夏海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听到玲玲看上去，说到看上去，今天到底是开什么？当然就是哒哒啦哒哒，王姨。月爸爸，爸爸的办公室啊，那个都只能用餐桌椅，看他可怜，就让他买了。屁信用特价1399。不过平常卖好像也没多少钱吧，想说双十一就买了，最后迟到了一百多小时。购物狂？没有，不是购物狂，是一次把需要的买齐吧。双十一购物狂，妈妈跟我讲的双十一购物狂。谁？妈妈。这个我跟妈妈讨论的。这王乙迟到了173个小时。一个多礼拜，刚好7天。啊，开了。开。然后呢？我可是你。他没有黑色跟橘色的，已经买第二天买已经特价，第二天买已经买不到黑色跟橘色，所以只买蓝色的，不晓得好不好看。好像还可以，对不对？看吧，这个是它的组装说明书，好像我们学校的书单哦，所以那个靠的地方，我要做东西哦。喂嘿，哇，好轻哦。对，是还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靠背也可以。对，因为去买一个10000多块的椅子啊，不过就椅子嘛，买到10000多块干嘛呢？对不对？爸爸菜是不是？他是你的菜对不对？你才是我的菜啊！我才不要当你的肉。这个是什么？啊，好重哦，这纯铁啊。那个滚轮吗？滚轮，滚轮，对，滚轮。新装轮子，把那个这个拿过来给我、啊。五星铁脚。五星铁脚。嗯，空拍机，看我怎么弄。压棒。哎，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。这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么简单啊、哦。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好，椅垫跟底盘。椅垫还有嘞，这个吗？软螺丝4个。爸爸，这个吗？这个铁的东西吗？对，这个锁上去，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有没有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好，锁。我这时候不会很难嘛，不用看说明书，对不对？那你还不是要看？妈妈，谁说我是双十一购物狂的？我会买什么东西吗？你买很多很多箱。这椅子买这椅子是正是 OK 的吧？对不对？OK 了。好，放上去，先放上去吧。来，有没有对准？姐姐，我是睡美人，我每天都有黑眼圈。黑眼圈是没睡觉才会有。好，下一个零件。我送钥匙圈呢。好。等一下我也要。太棒的。啊？你要你在这边办公了。我这样就好。
起来。虽然听人家订阅我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爱在分享。哦。